原标题，他因误杀战友险被枪毙后多次为红军殿后，号称我军铁屁股陈伯钧是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，毛主席对其非常赏识，但他也没少给毛主席惹祸。红军时期，陈伯钧曾擦枪走火，误杀了战友吕雉。审判大会上，大多数人都主张以命偿命，是毛主席力排众议，有理有据地劝说众人，才保下了陈伯钧的命。因此，陈伯钧对毛主席十分感激。在红军长征期间，他接的几乎都是最危险的任务。陈伯钧接过最多的任务，就是掩护兄弟部队撤退。他打狙击战很有一套。乌江战役中，陈伯钧狙击敌人七小时，敌军虽数倍于陈伯钧，却寸步难进。血战湘江时，纵然陈伯钧的部队减员严重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但他成功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殿后任务。这样的战斗不胜枚举，陈伯钧也因此多次负重伤，甚至还被国民党生擒了一次，后被党组织劫狱救出。这样骄人的战绩为他赢得了铁屁股的赞誉。但陈伯钧是个纯粹的军人，他在为人处事的方面就要差一些了。国民党军官陈洪模素来对共产党友好，又是陈伯钧的同学，还认识陈伯钧的哥哥，按理讲两人关系应该不错。但陈伯钧十分嫌弃对方的统战工作，只想借机套取国军内部的情报，套情报不成，就开始躲着对方避免接触。这对于一个高级将领来说，未免有些幼稚。还有一个是可以看出陈伯钧过于单纯。解放战争早期，他曾参与军调小组，并经不住国民党的忽悠，在签订的协议中将既得的利益拱手相送，吓得上级赶紧把他调走，又为推翻之前的协定来回周旋，费尽了千辛万苦，才扭转了之前不利的协议。但战场上，陈伯钧绝对是个好手，